在泰戈城堡的圆舞前，我们要进入维也纳，然后我们要听到皇帝在吃饭，他吃饭的时候就是请乐管弦乐团帮他伴奏，我们是听CD，他们是请乐团伴奏。那我们会听到妖舞的音乐，来一起来听看看，小约翰史特老师写的这一首皇帝圆舞曲，谢谢。